走哪？恐怖家在哪边？啊哟！哈哈，小了。推力也是有在猛的、欸，我操！哦，黑 AK，、欸、哦，那是我想说他这个 AK 好多版本哦，黑 AK 牛逼 ，AK 应该没有比较，哎、欸，黑 AK 有比较痛吗？好像还是没有黄金的痛哎、欸，黄金 CV 的击退超猛哎、欸，他是这样，我要啊，不用我抓。还不用我抓，他就先被抓了。那你是哪边？楼梯上面吧，不是上面吧？这边没有人哦，我是僵尸。卡比也很好笑。AK 直接一房倒了，那几房了？698，房号698，只欢迎进来一起玩，顺便帮忙想一些有什么枪，偏方拿会很好笑，很好拿。GV47啊，这把是 AK， 这把全方拿 AK 打僵尸。哎、欸，有人中了190万哎、欸，哇，这一只对尾哦。等等 ，M416， 等等 ，M416 换卡宾。那我改新经典吧，这样就可以拿，这样可以拿。大家会被 AK 围殴死了，哎、欸！哈，打不死 AK，、欸、打了半天打不死、欸，哎，什么意思？我怎么 AK 打了半天打不死一只僵尸？嗯，好奇怪哦。是不是没有十周年那个伤害就直接咻直线掉落啊？抓痒哎、欸！如果有圣皇 CV47，可能就不一样。好像只能守城，对啊，这样子的话只能守啊。来了，他们来了。换一些，还是选一些。
开庄园好了，感觉开庄园手，开庄园手好了，下一把卡瓶。 下一把卡宾庄园吧，我不知道 QBB 95大家有没有？好，那就卡宾庄园了，卡宾庄园，卡宾庄园呢？真的笑死，剩最后一只不知道在哪，全方卡宾打庄园守城，200起。 A.K.A 跟卡宾都行，这场是炼狱 C.V 耶，没有就卡宾啊，就卡宾庄园啊 ，O.K.O.K.O.K. 就卡宾庄园。 电锯啊，没有电锯啊，哈哈哈，满人的哭啊，真的吗？运气好啦，698。